每一个人都曾经打过牌，有打牌的吗？我怕高，有吗？没有举手的不老实啊！啊，我是有打过牌的，所以我知道这个手放下来啊。所以我不知道你在我的板纳啦、吉啦、咪啦、跑哥啊，你拿到牌的时候，我相信你有感受到我的感受。哎，牧师讲现在是讲赌博的啊，不是戒赌的，又讲赌博的啊。你拿到那个牌子的时候啊。你有时候你会看到你会推敲嘛，哎，我拿到这样烂的牌，是吗？那很烂的牌，你知道，哎呀，这样打也打输了啦，你可能就不要打下去，你赶快洗牌啊，就 give up 啦，很多很多种种。我要告诉你什么呢？人生啊，就好像打牌一样啊，扑克啊，啊，有人呢一手拿到好牌，拿到一手的好牌，有些人的牌不好。但是人生的成功与失败跟我们拿到的牌好和不好没有关系，好坏没有关系。圣经里有一个人，他拿了很好的牌，可是却打得乱七八糟。另外有一个人拿到一开始就拿到不好的牌，却打得非常好。这两个人是扫罗和大卫。今天要给你看一个，有时候我们也是，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玩游戏，你有玩过 game 吗？一开始我们玩，哎呀，死掉一个了，死到两个了，我们说，哎，赶快给他死掉，或者按 resume 重新来过玩 game。我很多人的心态，在生活当中，我们是很容易放弃的。从那里看得到，从我们的玩游戏的态度啦，玩牌的态度，我们希望好像玩电脑也是，我们按一个 enter 重新来过 restart。今天你怎么看你的生命？我们常常是不是遇到一些环境而希望重新来过呢？还是在那个环境继续下去？